信心柱呢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断除了三界的见惑啊，在小乘的戒位当中已经算是啊出果的戒位了啊。这个信心柱呢，在摄大乘论当中呢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到了这个信心柱啊，他的三大二真集结就正式算结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内心当中记住三种功德力，第一种清净力，这个菩萨对真如佛性啊产生真实的信解啊，信解大乘实相，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他内心有这种清净的信解的力量。第二个坚固力，他对于整个佛道的追求，对于众生的度化坚固不可退转，产生坚固的菩提心。第三个真上力，他不断的继续的修学止观啊，使令内心的止观力量不断的增上啊，这个是他这个实性位的初性的菩萨的三种功德啊，清净力、坚固力、增上力。好、啊。